首先呢，我们我来宣布一下，隆重的宣布一下，我们中国驻赖索托领事保护联络中心的正式成立。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各位南非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好朋友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让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重要的贵宾，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中国驻赖索托全权特命大使孙祥华大使先生，由我们中国驻大使馆赖索托大使馆的张常伟陈参，由我们领保中心。 和景明中心主任陈克辉先生，有我们南非来的贵宾，我们景明中心的创始人李新柱先生，还有我们现任南非景明华人景明中心的吴少康主任，谢谢他们的今天的光临。那么，下面有请我们领事联络中心主任。 尊敬的中华人民驻赖索托特命全权大使孙祥华先生，尊敬的中国驻赖索托政务参赞张常伟先生，尊敬的盟李会长，尊敬的吴少康主任，各位侨领、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这次啊，中国驻赖索托大使馆。 决定协助赖索托各球团及中资商会设立赖索托华侨华人领保联络中心，是一项为交为民、惠民利民的好举措。我们各球团都是坚决支持。众所周知，近年来赖索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且慢，治安形势恶化。 我们球迷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遇到诸多的困难，如在办理各类的相关证件，包括申请工作证、签证、营业执照、税收，甚至驾照等等，偶尔也会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工作治安方面，盗窃、敲诈、抢劫事件。 止不胜举，并时有杀人的恶性事件发生，严重影响到球商们的事业发展和人身的安全。这次领保中心设立在我们球包建立和使馆紧更紧密联络的绿色通道，使我们维护赖索托少法球迷的正当权益，能得到。 更有力的法律保障、平安有效的发展事业。各位赖索托的华侨，我们又积极配合和支持领保联络中心的各项工作，学习和普及领保知识，建立完善的球迷联络通讯网，及时反映各地球迷的有关问题，快速有效的解决各种困难，使领保。 联络中心能接地气，做实事，更人心。在这里，祝愿领保中心的各项工作取得好的成绩。谢谢大家。可以，可以的。这样我也再讲几句啊，这个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非常的高兴，高兴。今天这个日子，我觉得还是挺特殊的。最大的特点，我觉得就是双喜。今天下午我们开个座谈会，来正式成立我们的领事保护联络中心。
在这儿呢，也向我们向这个我们常立啊领事保护联络中心啊表示祝贺。更是借这个机会啊，我向咱们各位侨领啊、各个侨团，我们各位的这个为华人华侨服务的骨干啊，为这件事儿啊，或者说为这两件事儿付出的心血，做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表示衷心的感谢。 借这个机会呢，也对我们的邻居啊，李先生、吴先生啊、吴南飞赶过来啊，对我们来索托侨团的这两件工作呢给予指导啊、支持啊、帮助，我也是感到非常感动，也我提议啊，对他们俩，我们用掌声也表示感谢。今天呢，我们都是自己人。 晚上呢，景民中心揭幕了，还有一些外宾啊，一些外宾，借这个场合呢，我也讲几点吧，自己的感受啊。我们这两件事，我想其实还是一件事啊。按我们现在经常讲，两块牌子啊，还是一般人，做事情的还是我们这些人啊。内部来讲讲呢，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啊。中心的成立啊。 首先一个还是大势所趋，大势所趋。我们深有体会啊。这些年来啊，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壮大，借着全球化的这个东风，我们走出去的公民也好，企业也好，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非洲更是这样，非洲更是这样。我觉得有四波，一个是走出来的人多了。 我的对象，去年大家可能都知道，仅仅从我们内地出境的人次就超过了1.2亿人，这么多的人出来，前所未有，前所未有。而一个呢，我觉得人出来，自然带动了投资就出来，我们的投资越来越大。现在我们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 FDI 的吸收国，每年1000多个亿美元。现在呢，同时我们现在每年也在投出去，至少1000亿个美元，已经成了一个净对外投资国，净对外输出国，投资也大。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多呀，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出来的同胞们面临的情况多，情况很多啊。 昨天你看看新闻上滚动报道啊，孟加拉啊，还有这样恶性的恐袭事件。再往前，今年以来，很多地方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涉恐的事情，约旦呢、土耳其、也门呢，非常多，世界不太平。那么我们出了这么大量的人啊，面临的情况就非常多，极端的啊，有时候我们要大规模的撤侨，比如说从利比亚。 3万8000多人就要撤，小的那就更不胜枚举。刚才陈会长讲到了啊，治安问题啊，办政难问题，林林总总，所以情况很多。还有一个多，就是我们出来的公民呢，我们的侨民的诉求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投资办厂啊，经商兴业，日常生活。 方方面面都有很多需要。面临着这么多种情况，政府和国家确实是有责任、有义务来保护我们侨民的合法的利益和权益。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确实我们大使馆来讲，人手非常少，人手非常少。我们使馆副主任啊，既是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还要管我们的领事工作。 服务着我们几千名华侨啊，这个侨民，任务可想而知啊。
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怎么样发挥我们侨民的自身的优势啊，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不这样办，我觉得很难把这项工作做好。所以我的讲第一个体会啊，我觉得这件事是大势所趋，总的形式就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啊，全世界都是这样。二一个我的体会啊，就是我们成立这个中心呢。 可以说呢，也是大有必要，或者是大有空间。为什么这么讲啊？我来了时间不长，快两个月了。我觉得我们的侨民在这儿啊打拼工作生活啊，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啊。一个呢是人数多啊，分布广。所谓的多呢，三千。 4000人啊，3500多人，绝对数量不大。但是毕竟在这样一个小国来中来说呢，我们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外国人群体了。分布广，这个国家所有的地方，只要是有经济活动的地方，都有我们的侨民在。最近我拜访一些这里的部长大臣啊，他们好几个人就跟我说过，很偏远的地方都见到中国人啊的身影。 这是一个情况。二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我们这里边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大家伙的经营广，风险大。前段时间呢，陈会长啊，还有咱们侨团安排我在马赛卢这块儿走了一些咱们侨商的业务，看了一下，有办厂的，有出口导向型的工厂。 有主要针对当地市场的工厂，有经营超市，啊，有能源的、建材的、家具的，啊，林林总总，经营面很广，风险也确实很大，风险确实也很大，这个风险方方面面，啊，方方面面，大家都有体会，我就不多说了。还有我们面临还有当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当地的能力啊，确实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 管理能力啊，社会管理能力，还有一个针对犯罪、违法犯罪的打击能力，大家都有体会了。刚才会长也讲了，确实很多时候呢，他们也力不从心。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应该发挥我们在来所说的侨民侨团我们的优势了。我们的优势在哪里？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的侨团。 非常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大家伙心齐，团结协作，团结协作，相互帮忙，守望相助，这是我们侨团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非常大的特点。这是一个优势。二一个优势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和莱索托的双边关系很好啊，从政治上这关系还是非常好，这是我们。 做好我们要这些正在做这项工作的一个前提和基础，没有好的双边关系，很多事情就不好谈。比如说今天晚上啊，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的话呢，他们的警察大臣和外交大臣都要来，也体现了对这项工作我们中国人这项事儿重视啊，这在其他的国家呢，不是特别常见啊，或者是不是特别突出啊，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一个优势。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侨民啊，在这里啊，遵纪守法还是有一定有较好的口碑的。前不久，我们专门跟莱索托的女的政府部门讲啊，今天咱们内部呢，我也跟大家避讳，我说监狱里边现在关押的有没有中国人服刑的，我们没有，查了一下，一个没有。当地的媒体啊，本来要问我关于一些咱们侨团侨民的事情，我们跟他讲了讲以后啊，到底我们是。 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是在这里边违法现象严重，还是我们是受害者？我们讲了半天以后，当地的媒体朋友也讲，据我们知道，中国人被抢、被偷这些方面，受害的情况非常多。那就行了，那媒体上你就不要说我有不利于我们侨民在这生存发展的事情。所以这个呢，反过来说明我们大家伙在这儿的口碑还是非常好。 所以这些方面，尽管有一些困难，有莱索托的一些实际情况，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把这个优势发挥好了，我就讲它
那肯定是大有空间的啊，大有空间的一件事情。三一个体会啊，我觉得呢，我们的中心成立以后呢，意义很大啊，大有可为啊，大有可为。达到什么一个目的呢？首先是帮助我们使馆啊，把我们领事保护的胳膊就延长了，解决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够不着的问题，够不着的问题，全国十个区。 真要有什么事情涉及到我们侨民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了，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有的时候即使知道了，想要去，他肯定也很不容易，很不方便，很不方便。那么，首先我们成立这个中心以后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由我们联络中心来替我们行使一下这个职能。首先在第一时间及时的联系，帮助我们侨民，同时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提供一些信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 使馆啊，就可以根据情况做一些保护工作，这是一个，首先是解决了一个延伸的问题。二一个呢，我说我们的中心成立以后啊，来解决一个全覆盖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在十个省设置了我们这些联络员，在首都又有我们联络中心，就解决了它整个国家的我们领事保护工作的一个网络性的覆盖，网络性的覆盖，解决了以前可能有覆盖不到的这些。 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中心呢，以及我们这个网络，还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老侨也好，新侨也好，福建的侨民也好，台湾的侨民也好，或者其他地方的侨民，通过这个平台，大家沟通信息，联络感情，进一步增强我们这个在莱索托华人华侨社团的凝聚力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想今天我参加这个活动啊，感觉一个是大势所趋，第二个是大有空间，还有一个大有可为啊，确实是。我记得是国内哪个部门给我们，紧邻中心发的一个词啊，就是恰逢其时啊，恰逢其时，应运而生，讲的也是我们这个中心的事情啊，讲的也是我们中心的事情，所以真是对我们这个中心啊表示敬意，表示中心的祝福。 当然了，下面的工作呢，还是挺多的啊，还挺多，还仰仗我们各位，在今后呢，积极支持我们使馆的工作啊，把我们的中心呢，真正的让它运行起来，运行好。怎么去运行好？我觉得无非是三个关键的方面。第一个，中心成立了，它是我们华人华侨自发自愿义务成立的这么一个自治性的组织啊，自治性的。 组织成立了，你肯定要有规矩，要有章程，要有内部的运行机制，把这个机制啊，一定要运行好，一定把它做好，而且呢，要遵照着这个机制来运行。制度还是从管根本的，管长远的，不会因为人的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机制的制定和完善非常重要啊。我们相信我们的侨团呢，肯定有这个智慧。 也有这个，能力啊，把我们这个机制啊建设好。二一个呢，中心运行好，离不开我们的人啊。我们很多事情都讲人是关键啊，人是关键。特别是成立的初期，我们执委会的各位同仁也好，还有我们担任领保联络员的，分布在全国不同地方的同仁也好，希望呢，大家伙啊，真是重视这项工作啊，重视这项职责吧。 很多地方呢，要换位思考，从我们被保护的侨民的角度来思考，来看我们所从事这项工作。我感觉这项工作啊，我跟各位会长几次讲，还是做积功德的事情，是这个怎么说呢？特别有意义，是一个善举啊，是个善举，是很有意义，很有意义。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伙啊，就根据我们领保人联络人的职责呢。 把我们的工职责履行好。三一个呢，从大使馆这块来说，我会竭尽全力啊，来支持和配合我们联络中心的工作，方方面面的去支持啊。前不久我们专门大使馆来进行了一个研究，对联络中心啊涉及到我们这块的业务呢，还拉出了明细的单子啊，把这个联络中心今后主要从哪些方面做工作，把它。
明确下来，我这儿呢就不具体去讲了，但是这只是初步的目标，我们可以结合我们这个中心的运行啊，不断的去把它完善啊，让它真正的符合我们莱索托的实际情况，真正能发挥我们成立这个中心的初衷啊，真正的起到作用啊，真正的。所以呢，这个，我在这儿呢就不再多讲，最后呢还是衷心感谢，我们各位侨领，各位同仁。 大家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在自己的事情当中，拿出时间，拿出精力，有的还自己拿出了自己的投入啊，来搞这项工作。我相信呢，华人华侨在莱索托打拼发展的历史，会记住我们这些人正在干的这件事的意义，历史不会忘记大家我们。 大家做什么？二一个，今天在莱索托发展打拼的中国人，以致将来还要到莱索托打拼发展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大家伙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衷心的祝愿我们的中心啊，不断的发展进步，发展壮大，成为在全世界啊，在全球华人华侨。 社团建设当中呢，都是能够可以书写一笔这个我们自己特色的啊，有突出成绩的这么一个团体。多的不讲了，谢谢大家。好，感谢。那个，下面我们请孙祥华大使为我们的领保中心的主任和副主任颁发证书。 再请大使呢为我们几位副主任啊，颁发一下证书。下面请陈邦旺，我们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陈邦旺先生。来拍个照，可以。下面有请何宁会长，是。 下面有郑惠美，是有下面六大商会在莱索托的会长组成的主任和副主任的领导班子。谢谢我们是江华大使。 提我自己的感受，可以，可以。各位领导下午，我作为联络员的一名，我在此向大家保证，我会热心投入，联络中心领事法务联络中心的事业，我会把这个事业当成我在赖索托的，跟经营做生意的一样，去。 协助每一位华人，每一位侨胞。谢谢。谢谢王哲之代表啊，这个真的是他由衷心里面之前，他呢在那个叫马布嘴地区哈。 我们以往有发生多起的抢劫恶性事件发生。
陈志明先生是在当地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那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合影，我们几位领导就不动了，那么其他的看怎样站在背后啊，我们把那个后面那个台子挪一挪，潘先生，我以后后面的东西啊，不要挪走。 字幕来，字幕要来的，举民中心的全体成员，各个商会的代表，谈谈，因为我们刚刚成立哈，他们已经成立很久了，那么来告诉我们一些经验，我们呢有什么想法，也在这个会上呢，大家谈一谈。 那么大使跟主任陈克辉先生呢，也刚才在发言中呢提了很多的讲了很多的话，说了一些嘱咐，大使也说了我们应该怎么运行，对吧？我们这个联络中心的成立恰逢其时。 那么，在这个全球国际的华侨生存环境和我们在当地赖索托的侨民的生存环境，也做了一个大致的剖析和解读。那么，我们呢，在这里呢，也要向我们的南非老大哥呢学习，我们。 这样，阿辉，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自由发言？你来吧，你开个头好不好？来，好。首先，我现在代表领导中心的主任，因为暂时还不能代表警民中心主任，因为等闪亮。对，是现在我首先代表我们领导中心的主任，就是对我们的李新柱会长还有邵方会长，带着。 一大团的精干、骨干、精明能干的南非酋长来到我们高山王国赖索托，在这里首先表示欢迎，感谢你们的到来。那么呢，南非警民中心成立已经有十几年历史。 我呢，经常跟几位大佬们、南非的大佬们有经常一起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啊，非洲的一些社团活动，也了解一些南非的警民中心的一些情况，然后使我启发了我，因为毕竟非洲大陆各个国家，都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就是华人生存发展，还有。 在各个非洲大陆治安方面、政治不稳定、治安安全，所以说激发了我在赖索托来成立这个警民中心。那么呢，当然就靠我一个人，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包括我们赖索托很多台上的支持。 然后又包括我们中资商会，还有我们福建会啊，中华工商联络会、福清同乡会的鼎力帮助啊，使我们这个警民中心酝酿了两年多，今天晚上终于可以开门营业了。这个营业知道申请了很久，但因为我们又把前面的工作做好，做好。 因为很多球迷啊，就觉得说警民中心成立，就感觉到，在赖索托生存以外呢，就不会发生任何抢劫的问题啊。他们总觉得说，我们警民中心可以保护他们一生平安。这个我举个例子，我身边的人，我女儿。 他说：“爸爸，你现在是即将胜任的警民中心主任。”
那这个警民中心的定义是什么？很多球迷，他举个例子，前几天我小舅子的这个小姨子吧，遇到抢劫，他说他遇到抢劫，你们警民中心都没帮上什么忙，然后又刚好前两天我们公司一个员工又被抢。 然后我女儿又问老爸，这两个案件我看你都没有去协助帮忙，但是很多球迷因为传到他耳朵，因为我公司做那个液化气，其实我们这个三个做液化气的老总都在，一个我们陈正龙的顾问，然后陈道文顾问，我也是做液化气，很多赖索多的华人。 90%到95%夫妻俩开的，几乎都有销售液化剂，然后他们的信息都会传到我们公司。所以说，说在警民中心，我们是民间组织，不是来索多政府执法者，我们没有执法权。啊，我们不是政府给我们各个主任、副主任的薪水。 而我们是有无形的付出，无形的付出，希望各个联络员做出一些宣传，让各个地区的球迷们理解我们，理解我们。作为警民中心的一员，我们不能保护他们，只有他自我保护意识又强，自我保护意识又强。首先，要自我保护的意识，才能把事业做大做强。 第二呢，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这是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警民中心只能为球迷遇到一些案件，在第一时间能为他协调，请律师啊，帮助他们。如果有伤者啊，即使第一时间送到各个最近的一流诊所或者一流站，毕竟赖索多。 医疗条件很差，我们其实各个商会的会长啊，各个主任啊，都做出之前都做出很多的工作啊，都没有签很多在赖索多的华侨，他们都没有南非的身份，很多都是通过我们的大使馆写了一封信，以这封信以紧急的条件送往南非医院去挂记者。 如果遇到一些 emergency 紧急的问题案件，我们都是以这种方式。这两年多来了，我们也到南非去取经。这个取经呢，特别我记得印象最深刻，2014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通过赖索多卫救部、赖索多安全局、赖索多警察局，然后还有和赖索多的各个球团的会长。 我们曾经去约访取过经，当然，我觉得说此经还不够。今天呢，我们又挖钻，把他们的心中的钻石、心中的一些珍藏版，把它传授给我们。当然，我们又从创会的主任李会长这边，他相对也是有经验，当然可能我们警民中心当然有10年吧，七年。 那么吴主任也当了有6年，5年，5年了，哦，你看12年了，12年，所以说我们又从你们这边取取经，因为毕竟赖索多跟南非不一样，首先不一样的国家钱，第二点不一样的华人少，那么我们特别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两岸同胞最团结。 最团结，肯定比南非团结。这个，因为我不会解释，我这个就有点实话实说。当然，这无形当中，因为我们在这个土地上，这个小国家治安不好，我们有相互帮忙、相互照顾，这是肯定的。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在这边创业。 其实台商也帮了我很多嘛，我对台湾台商特有感情。
我在台山打工打了六年，以前呢不会讲闽南语，后来拜三字经骂出来，现在我也懂得骂三字经，我们究竟已经不一样，就是说融在一起的，也融在一起，跟台山关系是融在一起，我们就是要哥们兄弟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吵来吵去，就干来干去。 但是这个记者会有写哈，开玩笑，开玩笑。那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感谢两位的警民中心，几位大佬，几位会长等，感谢你们。那么我们以热烈掌声，先有请我们的李主任先讲几句。谢谢，首先感谢。 各位和我们在座的来自国的各位朋友，邀请我来，同时呢，除了经验，各位应该也对南非的也比较了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我觉得刚刚各位会长说的，大家团结。我们呢，刚刚呢，我们中国侨领刚刚表述了，没有不够，没有不和谐的条件。 调试，只要不和谐的侨领，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因为我敢肯定的，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十几位的牛肉友，他们的自己的自身的安保、自身的保护绝对没问题，百分百，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做到，包括尤其我们的台下，我们的台胞，他更。 绝处处有序保护自己，包括警察也好，保安也好，等等的能想的一定想，在这里呢，我对你们的表示，表示的最真诚的敬意，这是一个开头吧。除了警民中心啊，真的有很多很多事要做，因为有你们的团结，应该很多事要做。 那当然，刚才各位会长说的，不能说我们曾经的不会去被抢劫。应该来说，我们如何防范比什么都重要。防范呢，大家比如说，我们邻居关系做好，当地的朋友给他做好，这尤其我们的在这里的工作生活，应该当地人嘛。 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把当地人的周边的环境做好，大家应该来说做事情要更好做一点。因为尤其我们身在海外，头顶的别人的天，脚踏别人地，虽然说拿了护照，但是我们这个脸还是中国人的脸。所以说我们的关系啊，要给当地人一定要。 变成很差，变成了兄弟般的情谊，然后会更好的和睦相亲。在南非，每一年呢都有两位数的我们的同胞倒下，很多问题出在我们的身上。第一，尤其我是福建人，我们福建人呢，在乡下开店，吃在店里，住在店里，经营在店里。 钱放在里面，你说不管这个事情在世界各地，在我们的祖国也一样会出问题。这个一定防范必须有这一条里面。你今天钱营业做了，哪怕我们关起门说，今天你营业额做了20万，运钞车过来拿了5万走。 剩下15万你自己带着车走，我相信99%会抢那个概念。因为什么？当地人的一个思维就是没钱已经拿走了，我再抢你的意思，没钱。所以说这个也是防范的很大的一个事情，大家要去防范。尤其我们福建相亲。 这个思维一定要做，这个一个防范。我当时当了警民军主任，纯纯是个摸着石头过河。
因为南非的大量的，我们的同胞，很多不会说英文，那我们凭的专业的人，还有预备役，预备役的是我们华人的预备役，这种呢，他的同时，他预备役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是白人啊、黑人啊、印度人等等，都有预备役，一个事情发生了。 冲到第一线的是预备役，这个是一个我们一个谎话。第二个谎话呢，我们当时也成立一个华人保安公司，成自己的队伍啊，应该来说指挥的应该更畅顺、更通、更方便一点。我也希望我们来说，可能我那天给了安哥拉那个会长谈。 安哥拉现在是非常严峻的，环城高速基本上每一天都被抢。他说我现在是没办法，怎么做啊？他呢聘请一个保安公司，我说你聘请啊，指挥权都在你，指挥权如果不在你啊，你这个谎话是几乎是当不上官了。 虽然说我们它里面一个领域一个会统管下面的机构，比如卫健会啊、安保会啊等等，我那天安哥拉现在都有紧握联络方，我给他说你应该先变更为警局合作中心，应该这个对你很有利。第一，你和警方当中的互动应该是非常畅通的一个渠道。 因为我们是同等的，警局和驻军的警和民都是一个同等的，再加上我们的驻联关系，应该这一会很畅通。然后呢，要聘请一个保安公司，可以，我们和指挥部在周围的如何去保护，然后大家各个企业出钱。 这样呢才可以遏制安哥拉的，那个是太恐怖了，直接上来，他不是说像南非我们来说抢后拿枪抢了，他先干掉，先开枪，再抢，人民人死的东西拿走，是非常严峻的。安哥拉曾经要将近有30万的我们华人华侨，现在20万都不到。 大量的撤，就是他那边，我那天好几个国家，包括马里、多哥，应该对我们的有利的。因为如果你都没有像南非，尤其我们的华人华侨出了这么多事，不用你请当地人，都是请非法移民，南非的非法移民，我敢肯定的1000万以上，这样的。 都不进，都是钱，外国，请外国人应该很危险。他的都偷进来，抢了。他虽然说你给他工资很低，他每一天就盯着你的钱，有机会干一票他走了，你找不到他了。所以说你这个绝对是一个不合算的买卖，但是我们的同胞都不听的。所以说这个不改变，南非每一年。 2位数啊，倒下，很正常。因为不改变20年的生活、20年的经营、20年的一切，都是从20年之前还是这样。你怎么会不出事呢？一定会出事。这个一定要改变。我们来说应该没有非法移民，几乎没有，对不对？来说应该没有非法移民。 这个应该来说相对好管控一点。所以说，我在谈以前那个警民中心啊，怎么运作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个为什么呢？当时摸着石头过河，真正看到同胞遇害去下面去慰问、去帮忙，但是都已经太晚了，因为他们出事，他们唯一的能帮忙的。 就是一个安慰，一个怎么样从头开始，就是做这一点，应该谎话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一个。
灵宝呢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分享一个网络很重要，包括各位你都可以，你这么多有联络员，大家呢把所有的几千人呢弄几个微信群，把微信群建立起来，大家都可以第一个时间，应该最快的时间一个可以大家可以帮到忙。我最惊险的起码十几趟，半夜三更人从天花板已经跳报警，没人来，我们报警他也不来，只好我们带着保安带着冲锋枪赶到现场，警察前来，这个事情多的是，很多很多一直都是这样。但是呢后面也是不断的摸索，慢慢的走出来，就要找到里面为什么他们都是一直缠我们。我们的虽然说人数少，但是我们大脑比很多人都发达，应该可以事情想到了为什么他们抢我们，我们什么样如何不能让他变我们手势。首先我们想到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思考好了，我认为以后啊这个大大的治安问题会给我们去改善。我就讲到这里，好不好？谢谢大家。好，我们有请我们的邵刚主任给我们讲。首先谢谢我们那个各位主任啊，跟我们各位有这个机会到这里，大家座谈一下。我就简单的，就是说今天我也听了各位的介绍了很多，就说什么警车啊，他的经验都学的很多了，我们应该做的还不错啊。就说大使馆的这么大的什么保领事保护啊，也是觉得很大的。那我就简单介绍我们南非的是这样，我们这个十几年来，在我们那个李协助会长的那个开头啊比较好，那下来的华人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处理的一点哦，有300多家，有300多家。那这300多家，我们都也是，因为我们的都是十几个常务班子，也是一分钱都没有，就是说我们有3个的专职人员。那我们这个300多家就华人内部的有问题。跟那个治安的问题都是种种都有，所以我们呢就说这些十几个也是跟你们差不多，这个领事保护的这些都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呢十几个都有时候以前呢我们还跑了几百公里也要跑啊，开车跑下去。现在我们的7点开始就开始买一个省都有搞的一个情形出现啊，我接手后来就是开始搞那个买一手都有一个情形出现，那就是说任务就比较轻一点。还有呢我们就搞了一个警察培训，中文培训，警察写中文啊，就搞了这个也是很互动。那我们就说去好像去公安部啊，我们科委主任都在一起去过嘛。那每年有警察到中国品行加深很多感情啊，这个也做了很多。所以就说我们的这四团的这些讲啊，就说其实这个警情中心就联络当地的警察跟公安部这两个配合，就等于一个好像外交的啊。所以我看你们在手头今天晚上要参加的也是警察部部长都来参加，我看你们都做得很到位。那如果做下去，那个这里当地警察在公安部的他你也是很熟了的，
可以再配合一下，我们再看大家怎么去好好记录，大家反正交流吧，啊，取长补短嘛。那其他的呢，就说事情都南非是比较多，因为华人比较多嘛。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下个礼拜还有那个新堡要成立嘛，也是九零中心，是剩下一个自由州还成立，应该成立的就12个。那像我们的 PE 啊，明天的那个警察培训班也开班了，就买一个地方都警察培训写中文，就简单的写一些中文，买一个礼拜，那花一点钱请了老师来教上中文。其实这些我们这里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动作哦，我认为就那我们今年没有做的话是准备有三个目标，就是第一，因为你们这里应该是有这个选民合作论坛，你们叫这里也应该有，这个体制差不多，那我们就用这个民间的组织，大家怎么开会的监督警察。此外，我们今年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南非的叫商城的中国人，跟那个唐人街的中国人。这个存怎么样去存留？我们没有用到警车，像您用到警车可以吗？我们就说啊，怎么样这个巡逻车再做？第三呢，就是说 APP 手机，其实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就是我们的量一会长在做，我们微信平台也做出来了 ，APP 手机我们快要做出来，所以这些都是做一个宣传。那南非来讲呢，就是说刚刚我们前主任讲了，谎话比什么还重要，所以多一点宣传。所以这个现在通信这么发达，我看我们这个里面经验也是很好的，像他今天的客户主任介绍警车还买一个地区，怕英文讲不好，偏一号、二号，一号是哪一个地方的？一个报出来，一个知道，因为很多中国人英文都不行，只有报到一号、三号就知道哪一个地区。我看呢，他们做这些事来都比较超前的，都很超前，所以又我们台商啊这些又捆在一起，更有力量。特别我们这国外知道，这台商在这里做的工厂都很大，啊，我说如果说工厂也是有保安啊，如果这个合起来，这个就很大的力量了。所以今天在这里很高兴，我就简单的讲几句，因为我不太会说话啊，就是这样，谢谢。好，我们又回到这里呢。再说一下，领事保护中心呢，我们也邀请我们的陆主任啊，使馆的陆主任来说说我们那个领事保护中心我们的一个章程，然后今后的一些工作的嘱咐。因为他在大使刚才也跟我们说了，在领事保护联络中心这一块呢，我们的使馆呢以陆主任为主，跟我们取得的互相的沟通和联系。那么我们也请陆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翻译，谢谢。好，集合的。首先我在这里，我觉得，对于我们的领事保护联络中心，的一个职责，其他细的我们不讲那么多啊。前面主要是还是一个宗旨，就是互助，侨民互助。大使刚才也讲，这个领事官员就一个，其实是半个，他不好意思讲啊，因为我还要管办公室啊，所以我看很多的这个朋友，很多的联络员，其实我们都见过啊，因为我还要在前面办证，所有的全部做完，这个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前面办证、办护照、签证等等。我有很多的机会接触
这个我们的这些侨民，他们具体的一些问题，感觉到就感受的比较深，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莱索托，我们的各位联络员真的是非常的无私，非常的怎么样啊？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奉献精神。以前在没有成立领事联络保护中心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在奉献。 只不过说没有在这块台下这么一，我很简单，陈飞来了啊，联络员陈飞啊，我跟他通过电话，那个在顺丰是哪一天？前大前天吧，就一个从中国北京来的两个商人，想要来这做生意。 后来来接打劫了，半路上就想起陈飞的电话啊，在飞机场认识，就来个电话，打电话给陈飞，陈飞呢立刻打电话给我，这样哎呀有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情况不明。后来我就通过顺丰这边，因为我先跟警察打电话，我就跟警察联系，第一确实他那里的问题就是沟通问题，对不对？ 很多的事情其实没那么复杂，但是呢，沟通不及时，警察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么我们的联络员就在这个时候发挥很大的作用，反应迅速。刚才那个吴主任，那个李主任讲了一个我很赞同，就预防，就是预防。但是呢，还有一个我们的领保联络中心有一个优势，其实还包括警民合作中心，就是。 迅速反应，很多的时候时间是生命，我多到5分钟就不一样，我这在这边使馆这边可以给大家开一些紧急的情况下开一些这个证明，让大家方便的过去看病，因为我们莱索托的我们莱索托的医疗条件很有关系，我们包括我们台商的很多厂里面。 也可能有一些突发的情况，你让他去申请，然后申证，我们平时去申请一个星期吧，是吧？还是很多，这个救命的东西，所以我讲呢，还是一个迅速反应，这是一点，第二是沟通的问题，刚才我们讲那个例子就是沟通的问题，很快，你看，从陈飞这个地方，我们联络员就发挥作用了，直接找到我，我呢，就。 先跟警察沟通，知道警察需要警察说，其实我就是需要他做一个笔录，然后呢，他怎么样能够从这个案发现场又回到酒店，那顺丰马上，他还在他本身那时候还在警察局处理一个事情，马上怎么样赶到现场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你看我们这种领保其实就体现在这一点，当然这只是一个小的事例，其实我们在。 我工作当中也接触到很多，都是我们的热心的侨胞，但现在很多都是联络员来无偿的义务的做这个事情，甚至还会捐献出很多的这个资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感到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另外，刚才李主任还有那个吴主任。 讲到的我很赞同一个对我很有启发，就是这个我们特别是讲到警察跟警察的关系方面，我一直在想，以前我们跟警察打交道，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会熟，顺丰熟，或者是我们的陈秘书长熟，去帮忙忙，对不对？但是我想怎么样将来。 把它做成一个机制化的东西，那这个警察局长他换了，对不对？最后，这个这一套东西还在，那我们怎么样啊？做出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怎么样非常有成就感，这点我们向南非，我们向南非老大哥的这个我们警民合作中心学习。刚才那个吴会长讲的，怎么样我都通过论坛，因为一旦有了互动以后，我们就好监督了。如果双方没有互动，你去说他，他还回来收拾你，这样的话就。
就很难达到效果。刚才吴主任讲的这个跟警察查合作培训这一块，我见警察局长也好，见那个警察大臣，我都会跟他们讲一下这个事情，推动他们通过使馆推动警察跟我们中心的合作。 因为刚才在南非这边，我们派警察去国内培训嘛，对。而我们莱索托，可能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警察内部反复跟我讲，呀，我们看到军队有很多培训的机会，军队有啊，但是我们警察为什么没有？我就分析了一下，其实原来还是他们警察内部，可能警察写报告不大行。 因为你这个东西不是说国内不想做，国内很支持，但是呢，我要推动这个警察，他们要写一个方案，讲我需要这样这样，报告他们的那个发展计划部以后，他进入这个名单，因为我们中国的有个外交政策是干身立证的，我不能够直接去说好，我直接跟警察部门合作，我搞了五个人去培训，后来首相不知道。 所以我就叫跟警察说，你们要通过发展计划部，所以大使也很重视这个事情。大使最近就请那个警察大臣来了以后，后来到第二个星期，他又请发展计划部来把这个事情撮合一下，要他落实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来说这边警察可能效率没有国内那么高，对不对？而且这个事情说完了。 领导上面说，哎好，但是最后没有叫人去做，也还是做不成。但是如果我们怎么样呢，加把劲，做成了第一件事情，后面很顺的，每一年就同样的报告上来都很快。所以在这一点上，怎么样呢？我们讲使馆也尽量配合我们的情报合作中心来怎么样推动和警察的这种互动。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只是我们没有把它给。 用机制化用起来，当然这个主要还是它的来访，它的警察部门可能在分配任务当中上升，所以我们近期尽量往这方面推动一下，或者推动一下，看看讲曾经也讲过，我们内部讲过，希望我们只希望做一些项目，帮警察做一些监控的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效果有用，我至少，所以我监控不了全国，我把我们经常案发的那几个街道，都有这监控摄像，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使馆也感到责任也很重大，我的责任担子也很重，幸亏我们说有我们的侨团，我们警民合作中心，我们严老兄的支持，他也很热心。 所以我们讲，我们将来一定能够怎么样呢？取得成绩的，就是关于这个警民合作中心，对。另外，关于这个领保联络中心，还有一块是给我们的这个侨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它不单单是这个出警的之类的，因为我在前台看到很多的侨民下来办一个。 办一个委托证明，现在南非要求你带小孩要委托啊，或者各种证件非常不方便，因为他在山上嘛，下来到了这里发现有两个证件没带齐，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能够，你不带齐我就给你做，那我又有违法，对不对？我想我们的那个联络员将来。 我们找个机会再做个培训，培训以后我把相关的表格等等的，他们有事情，他们先问你们，你们先给他们提供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初筛选，告诉他们准备好再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使得大家一下来马上办事，那就回去。我知道。 有的时候回来到了马赛卢，待得太久太晚了，大家都不敢回去说，说要踢完这边抢劫厉害啊，等等的，等等的。所以我想怎么样呢？在领保联络中心这块，发挥我们联络的作用，发
发挥我们那样的服务的作用，都是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使得我们这个我们的华侨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更加顺畅一点。那么其他的刚才那个李会长，还有吴主任讲的已经很到位，我们这地方我这地方就不多讲了啊。其实很多具体的工作是将来要做的，好，那么我就占用这样这里时间，谢谢大家。 每一星期的一会，或者两个星期的一会，就是为什么例会呢？比如说，在各省呢，你都有联络员嘛，联络员呢，他们报上了这个礼拜的，或者两个礼拜的案情，或者发生了什么事，大家来坐下来探讨一下。比如说刑侦的、管刑侦的警察，或者各区的警察，大家坐下来。 坐下来探讨，把这一段时间呢，案子的分析，分析一下如何呢去侦破，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呢会促进第一和警方当中呢促进的这种的友谊啊贴得更近，第二以后啊大家变成做事啊就好做，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做。 我原来啊，每个礼拜二呢都有一个例会，或者我这个礼拜没时间就改，或者两个礼拜或者一个礼拜半等等，必须每个月都有两三趟我们例会。例会的话，把案子的总结起来，总结起来如何去侦破，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要做的一个事情。还有，其实可不也可以。 你们做了一个法律援助，请几个律师，比如说挂过他那法律援助，这个也非常必要。你毕竟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对当地的法律法规宪法不是很懂，那你有法律顾问团或者法律援助，那这样的话对以后来说的话，这整个各方面应该会开展起来更好。 我们在这居然我待了二十几年了，对蓝灰的法律法规，我还不是很痛，还是基本上还人情问题，还有一些问题不知道的，很多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人这么多人在这里，都会发生不同官司的案子出现，所以说我觉得该补充这两条，值得看一下大家，供大家参考。 再用一分钟时间，刚才讲上瘾了以后，关键几个比较。因为刚才各位会长就说：“哎，你讲一下张总的，对不对？”其实我这里主要是讲我们的领保联络员职责，其实就七条。其实刚才大家可能都讲到了，我们把它给过一下。第一，就是协助只管宣传领保知识，普及领保知识。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这点大家都是共识，对不对？做好预防，就是这个，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接受使馆委托代表使馆核实领保护当事人相关信息，为当事人提供及时的服务。有的时候我们确实碰到一些情况，小孩子要下来办护照啊，可是又很不方便。 那好，我必须又要确实核实是这个人的，怎么办？那我就请我们当地的领保联络员代我去看，代表我去看，可以通过一个微信，你带着微信去看，他确实在这里，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所以我们讲，我们要解决我们的一些难处。我们想讲法律的是刚性，对不对？但是我们处理起来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 就这样，我们觉得我们的领保联络员可以协助侨民做好这些事情，这个是第二。第三，统计我们所在的地方的我方人员的人员、商铺、企业的基本数据，定期更新，为使馆领保提供基础数据，这个很重要。我们那个汪汪会长，我们以前14年做过一次，对不对？对不对？ 但是呢，它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变化，如果我们有这个数据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好计划。
万一有什么紧急事情发生，我才知道我的人在哪里，我要撤也撤得快，等等的。像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帮助我们自己啊，不要漏掉哪一个在哪里。所以说，我们讲每一年我们到时候更新一下。另外，收集当地执法部门、法律咨询机构、医院和慈善救助机构的基础信息，定期更新。 为我人员及企业提供翻译、医疗、法律等紧急法协助，就刚才就讲的，要救急啊，对不对？到时候一发生事情，我知道找谁啊，我手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啊，这样的话怎么样？我们把事情先做前面。第五，完善我们执行突发事件紧急预案，保障我们的人员安全。紧急预案那就是比较大的事情。 以前曾经出现过这个事情，对不对？那我们就把事情想得清楚，到时候路线怎么样啊？我们的集散点在哪里啊？让我们到时候一有事情，有几个关口，对不对？到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走啊？大家心里有数。那当然，我们不可能期待说我们跑到每碰到一个华侨，我们就跟他说什么。但是呢，只要我们联络人，真的，因为一般我们的联络员都是当地有声望的，而且。 比较能够怎么样，大家信任的这样的怎么样来调理，这样的做起来，我们工作会做得好一些。最后，第六点就是做一些定期的学习啊，因为毕竟包括我也是逐渐学习的，以前我也不会，以前我在大学当老师的，过来以后又不一样啊。但是我特别能够体会我们的这个华侨华人，对于灵宝的需求。 我以前没有进到使馆之前，我去孟加拉，后来，我跟去的那个领导，那个厂长觉得他挨骗了，要维权，要我陪他去使馆，我也去使馆维权过的，我也感觉到，因为他们我们的华侨肯定就是这样，我在国外碰到问题，使馆就是我们的家，我要找一个地方来说说理，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呢，有的时候呢，后来回来我一想，有的事情不对，双方都是中国人，都是娘家，怎么办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机制，我们用我们的侨团来进行一些调解等等，所以这些事情，最后就是怎么样呢？为这个第七点主要是虚的，为增进维护全体华侨华人的福祉为宗旨，遵纪守法，认真履职，秉公办事。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做的，如果说不是秉公办事，不会自己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本来可以开门做生意的，就是我把这个地方来做这个事情，这点也没有问题。好，这个就是我完成科会长交给我的任务了，把这个我们的职责、宗旨说清楚。好，谢谢大家。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这个联络人？对对对，那个座谈会上嘛，那个章程是非常重要。 就是基础的一个领导中心的一个章程，会是外籍安排出来的。当时我们就要给大家了解一下。当然，这个陆主任在前期的我们的工作会议上面也说过，你们这些当地的联络保护啊，联络代表，也包括我们警民中心的领导层的管理层的人员，全体人员呢。 也要在他的召集之下来做一个培训，是吧？当时也有说过，这个培训的工作呢，其实就是落实这个上面，章程上面和一些具体的实施的方式方法和一个过程，这个当然要个培训，因为否则的话，你们代表了入密代表的使馆给你们中心给你们的一些权利，在当地做一些工作也。 其实是帮着使馆在做，他们很多是义务的，对吧？培训呢，我们尽量的安排是跟侨团的活动，就一起来做，对吧？因为我们下来也不容易，那么一培训一个又下来一次，对吧？我们侨团有活动，放到你们一起做。那么我手上呢，还准备了那个，我们警民中心的章程已经有了，啊，我们已经是正式的章程已经有。 那么里面呢，有我们还有通过南非方面取经，也准备了我们一些安全保密实施细则。
财务长的职能职责的条例、财务管理的细则、监事长的职能职责的条例，以及主任职能职责的条例、专职工作人员的守则，也就是大使刚才说的，有制度才能好好的经营，有制度才好好好的管理。所以这个制度就要在成立之后，我们要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健全的话，那么我也是发给到一些管理层阶层的一些领导一些材料，我等一下也会再次给在座的部分没有拿到的这些章程呢。之后呢，就是等待于大会成立之后，我们的主任和副主任他们商讨之后呢，会召集我们大家呢做一个也是开会，然后把我们所有的一些细则啊什么都是有幸学习，然后严格的去执行。下面我想还是看有谁有什么想法，或者任何的idea， 就是有什么任何的意见拿出来，然后在我们大家的研究研究讨论讨论，有没有？哎，我们曾经，哎，我们省的，是吧？简单的，行行行，我也是我们常规经理的中心的。大概刚才我们那个李会长和吴主任也都谈了很多了，我简要的就说，几个，我们警备中心各个两岸三地很多地方都很团结在一起，是吧？那我觉得因地制宜很关键，根据每个地方各个地方的情况，还有来帮助侨胞来解决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在中间那个环节，就是预防事情发生，还有我们在帮助我们侨胞来解决善后的时候，中间我们应该说警民嘛，那我们跟我们的侨胞跟当地的民众怎么样做好关系，那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融入当地社会就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华人很多都在这边组织，也聚集很多的当地人也做了很多贡献。那融入社会呢，我觉得是很关键的，特别说我们南非那边警民中心还有各个侨团都有经常跟当地的警察局啊，或者当地的议员啊一起来做一些捐赠的工作，怎么样回馈当地社会，鼓励当地社会，然后减少当地人对我们华人的这种犯罪侵害，我觉得是很关键的。谢谢。大家下午好。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各个代表团的那个成员的职务在警民中心。那刚才各位会长说了，精英这肯定没有的，但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警民中心的分工情况。李会长是我们创会会长，主任是我们现任的那个警民中心主任，吴朝阳是我们常务副会长，刚才李会长说了我是监事长，随后福州陈福州他是布马兰加省的警民中心主任，布马兰加省是临近我们豪登省的一个省，他们的情况要远比我们约保豪登省来的复杂，因为侨民在那边分散的比较多，相对比较分散，所以他的工作是相当重的。还有我们的秘书长陈文炳，他特地就是说我们每成立一个警民中心，老陈都亲力亲为，从每一道细节他都非常的那个辛苦。随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这个就是陈克义先生，是我们那个跨直沟南塔尔省的那个警民中心的主任。
他们那边呢，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特点，就是印度人多，而且呢又是又是我们总统的家乡，所以各方势力都比较那个分散，所以情况也是比较复杂，所以他们那边工作量也是相当大。那就我的工作性质来说呢，我是负责我们警民中心的宣传的。刚才那个方会会长有说到，就是说警民中心它到底在侨民中怎么看待你警民中心，那宣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执法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执法，我们能做的就是承上启下，同时还帮助大使馆和总领馆去协助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主任也提到了那个我们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侨民来了解我们那个警民中心的运作情况和我们每天工作的情况，还有我们 APP 主要一个是一个 APP 呢是为了让大家更能够更近的了解我们警民中心。我们在这个 APP 上设置了第三方那个支付捐款，也就是说如果你对我们警民中心认可，我们哪怕10块钱、100块钱、50块钱，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我们警民中心在那个约保有3个专职的那个工作人员，同时还有自己的那个办公地点，随后每年的运作费用是相当大的。比如还有这里捐赠那里捐赠，还有刚才老吴说的那个做培训，这都是我们秘书长说的话都是拿钱说话的。那个所以就是要靠社会各界来对我们的认可，同时也做出那个捐赠，这就是我们 APP 的就是主要的目的。同时在我们南非，因为我们是不了解那个赖所说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南非啊，刚才老吴提到就是有一个叫警民合作论坛，是当地的一个机构，它的英文全称叫那个 Community Police Forum，就是我们南非的一个半官方的监督警察的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组织。它也是警民中心，它也是当地的一个警民中心。所以就是说我们给他们的之间的那个接触和沟通比较频繁，因为我们也是通过因为南非比较省比较多嘛，有9个省，所以我们是通过当地的警民中心去监督警察，包括我们自己也和各级高层建立的那些关系，我们也去监督警察。就是说刚才我就补充那个老吴刚才谈到的，就是那个警民合作困难这一点。那接下来我把话筒给那个陈福州主任，让他谈一下。前面我们刘会长是我们的警民中心创始人，然后现有的刘主任，他们都是很辛苦，以前都是摸着石头过的。最早以前我们是没有分支机构，是下面厂也有的，因为约保事情发生比较多，最早是警民中心，很多立场工作都是针对约保地区的。后来几年呢，应该是2010年之后。乡下几个省以往陆续就发生了一些大的案子，然后那时候才有设立我们分支机构在各省，我是12年成立的在南安港。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也知道很重要，当时也找访了每一家的店铺，差不多95%的生意都通过。去登记，去跟大家交流，有必要去这些流程。警民中心就跟大家华人团结，然后就是要叫大家预防。刚才各位我们前面的大伙都说了，预防还有宣传。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就说来预防华人，尽量有
不受到伤害。然后我们最近跟大使馆，还有跟当地的省的 CPM 在联系，准备签一个备忘录，就是要我们省的骨干，我们华南的骨干，然后加入到他当地政府的一个 CPM 组织里面，让我们成为他的一员，各方面跟警察之间的交流。他南非的 CPM 是缩小了，每一个警察局都有一位 CPM 的主席，他的警察局里面也有一个 CPM 的主席，他有他们专门的办公室，他的职责就是怎么样监督警察行使他的权利。这里什么说明呢？他权力不会被滥用。然后我们如果这样子也加入了他的警民中心的一个班子，我们也会来提出我们的要求，比如说他警察滥用权力啊，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提，因为我们也是他的一员，所以我们现在推动这个备忘录，使我们能够加入当地的 CPM， 然后去监督警察，然后就是跟警察更好的配合，这个就是我们现有的工作要做的。好，谢谢大家。我就说一点我个人的感受，作为我们警民中心的每一位干部成员，一定要打出正气，因为正气上来了，邪气就下去了。第二句话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有奉献精神，因为警民中心啊，每一位干部我都是在思想准备，主席出力，花时间花精力，我就在这里，谢谢大家。好，我们感谢我们南非来的这么多嘉宾。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呢聚在一起来研讨，看看把我们这个警民中心的经验互相来取长补短，有更新的点子给各个地区的警民中心来发展来带来好处。那么今天晚上呢，因为来索托方面还有两位部长来参加，一位是Police of Ministry of Police， 就是那个警察部长，还有是的外交部部长来索托方面，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这里拖得太晚，重要贵宾要去接一下。那么呢我们的来宾呢也昨天赶过来和今天早上赶过来的稍事休顿一下，那么我们预定是在五点半到达会场，那么希望大家也可以准时。那么我们也在这里打个招呼啊，由于在赖索托呢，我们这个基本上都是黑人，他们的当地习俗，一般我们先到场，然后可能会等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知道的啊，我们希望他们是准时到达。那么还有呢，各位呢入席的时候也看一下你们这个就坐的位置，因为我们也有名。我们等一下要把名牌收下去。好，谢谢大家今天的畅谈。谢谢李新柱主任和吴少芳主任，从南非赶过来，也谢谢我们在南非赶过来的这么多客人。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座谈到此结束。来，请大家。